菜鸡鼠标好，差生文具多。都差生了，你还不用点好文具，那比赛成绩能上得去吗？为了一个66块钱的游戏，我买了一个699块钱的手柄。其实我既有 XSX 手柄，也有 PS5 手柄，那我为什么还要买个它呢？是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好大，这个声音太讨厌了。下面我们边开箱边聊。这个是微软的 Xbox 精英手柄二代青春版。提前说明啊，它不能在 PS5 上玩，它只适用 Xbox Series X 和 S 和 Xbox One 和 Windows。我以前一直用这个白色的 XSX 手柄，但是自从我买了后面视频播放的这个 Forza 4，我感觉这个手柄就有点不爽了，特别是这两个握把，主要是手感不好。我听说这个手柄的上一代，也就是 Xbox One 那一代的手柄，手感是非常不错的。可惜那只手柄已经停产了，和现在的 PS4 手柄一样。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翻新的，也就是用那只手柄的主板换成新的壳子和按键，像这些配件都是第三方的，但是我不想要这类东西。后来我又找了一个 X1 手柄的原装的全新的没拆过封的，闲鱼卖300块钱，但是我还是不太敢买，不知道有什么猫腻。后来我就看到了这只手柄，这个二代的精英手柄最开始是2022年年末出来的，当时价格是1398，它有一个青春版，青春版是1099。这300块钱主要差在配件上，这个青春版是没有配件的。现在呢是2024年的7月，这两个版本又下调了300块钱，这个只卖699，而那个带配件的是1099。我觉得这个价格目前没有太大压力。PS5 的精英手柄就算百亿补贴的还得1400多呢。另外网上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 Xbox 的精英二代手柄其实就是 X1 手柄的精英版， XS 手柄的精英版还没出，应该是三代，估计也快了。那现在买这个算不算是49年入国军呢？啊，无所谓了，如果三代的精英特别好，到时候再买一个就是了。总之早买早享受，我也想开了。下面开始拆箱，下面有一个封条，上面有一个封条，哎，很好撕啊，爱斯基摩人，我看是怎么开的，我感觉应该像这么开的，上次 TSVR 开的就有点现眼啊。哎呦，噔噔噔噔，哎，不错，当收藏品也不错。另外这个手柄它没有配件，特别是这两个背件它是没有的啊，好重啊。这些小配件可以上网去买，很便宜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握把，因为这种握把的材质它不像这种的，它全是一体塑料的，它是橡胶的，但是好重啊，它里边是含电池的。尺寸嘛，和 XSX 手柄差不多，几乎一致。这个方向键有种不是很结实的感觉啊，磁吸式的，我就说不结实嘛。但是这种好搓招，前下前，前下前，比这个十字键，我就听着这声音特别廉价，这叫什么锅仔片啊？这声音感觉特廉价啊，这个感觉贵一点啊，这也感觉好一点，摇杆也好一点，摇杆也可以换，有品质一些啊。它有点重力是可以回正的，和普通的摇杆不一样。这就是纯塑料，这个右摇杆也有点回正的力。这个是导电胶吗？跟这个差不多。这个 RBRB 不一样，它可以装两组备件。另外这个 LT 和 RT 手感和这个也不一样，都是线性的，而且它还支持锁这个深度，现在最短好像适合射击，最长可以玩赛车或者弓箭蓄力。不能拆电池，它里边是集成电池的。总之这个握把很舒服，有点沉有点重，但是握把很舒服，摇杆也很舒服，这个十字键也很舒服，舒服就对了，花钱买舒服。颜值呢，颜值也不错。下面我们看看它还有什么附件，应该是在这个里。其实 XSX 这个手柄的盒子也很漂亮，
好像纸有点薄而已，但是微软的这些配件包装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哇，这个好结实，这盒子我准备留着了。这是线，编织线，带西瓜皮的标志，估计我用不到了，先收起来。它这个是这样式的，很好。这应该是调整摇杆的那个开关，那个调节器，就是把这个拔下来调手感，调松紧的。这里面有一个说明书，不用看系列，三包，没了。好，下面说说总结。我刚才同时体验了一下这两只手柄，因为它俩可以同时接在一个接收器上。你们看，我现在用这个手柄，然后再换这个手柄。简单对比一下它们俩的区别啊，手感上肯定是这个更好。我感觉金二代手柄的震动貌似比 XS 叉手柄要大一点，但其实这个震动也挺大，肯定是有区别，可能不是光是大小的区别，可能更高级一些吧。但是它也不是自适应扳机之类的，震动肯定是一样的，但是震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。确实用这只金鹰二代手柄能提高比赛成绩，因为握着更舒服，同时用它俩开车感觉这个像大众，这个像奥迪，各方面要高级一些，都能玩都能开。但是这只更舒服一些，可能更好操控，可能更利于发挥成绩。但是啊，菜鸡鼠标好，差生文具多，都差生了，你还不用点好文具，那比赛成绩能上得去吗？是不是？反正就这意思吧，但也并不是制造焦虑，大家买到适合自己的手柄就好，没有必要攀比。其实我玩游戏的时间远没有你们多，我只是喜欢鼓捣，喜欢体验这些硬件罢了。我体验了，然后给你们一些参考建议，参考意见。至于说买不买，你们自己说了算，反正这也都是我自费买的。另外这个按键呢也不太一样，这个按键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按键有点硬。总之这个手柄的，我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声音好大，这个声音太讨厌了，但这个声音相对来说比较安静。这个扳机键好像也不一样，这个扳机键好像是塑料的吧，这个手感更贴手。另外这个颜色也不一样，这个手柄的西瓜皮是可以摁下去的，有时候摁时间长了，因为它开机得往下使劲摁嘛，它有时候不回弹，这个好像就是摁一下。这个蓝西瓜皮感觉更高级，这个是干什么的不知道，回头我看看说明书。这个国行的 Xbox 精英二代手柄青春版的开箱以及初体验分享给各位，再见。